龙啊，你啥东西啊？你感觉寒冷无？这天气，你个只只怪的呀？龙啊，我世上对我两个人，有一段相爱了后，一直我无对付到保持平手，你敢会感觉讲？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我占了你的身份，甚至你嘛是别人的天分，万行也不输为敌哦。万一你只是孤孤单单，我会当体谅你的。露娜，你刚才我对你的心思，我真想要杀你，想要找回坚定的所在，把你用得掉我的相思，一夜相思。现实在我面头前的你，乃特别出人的人，特别出人啊水。无啦，我因父母到家，第三出人啊波，会寒无？我予你问问。